啊，以及啊，咱的现任的，咱台南市东部的主委，咱的陈进玉，咱的陈主委，在南区，啊，安平区的李文正，听讲在走摊，等下连咪赶到现场。哦，啊，以及咱永康区，咱的市长人，咱的书记员，感谢。当然啦、啊、吼，上重要就是咱今仔男主角吼。咱的柯天才，咱的柯市长柯立伟，感谢。今仔首先，咱是不是先请到咱的尤锡坤尤经理长来为咱今仔日咱这小别处的生日啊，来为大家讲几句话。我所尊敬的咱的啊柯市长嘛是未来柯立伟吼，立伟夫人，咱的陈良伟委员。啊，郭信良副议长，啊，咱的主委哈，啊，这个陈志烈主委哈嘛是议员，啊，是这个议员哈，是两人议员，啊，伫这个外环请过来哈，首先伫介绍罗文嘉啊，罗议员，啊，李天李大哥嘛是委员哦，嘛是林进哦，啊，高志涵高委员，啊，余正宪部长，啊，这个我就无记情况了吼。啊，王帅，哦，王帅，继续吼吼，会当股票动算。各位，咱地方出身，各位国际民意代表，啊，各位要支持柯天才，啊，竞选立委的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大家好。好。我想我唔免讲收电话啦，今仔日遮济人，透早伫台北来，啊，但遮人是知影咧，哦，我今仔日我排足济行程，本来要转宜兰。哇，柯市长就要被定制做一位，啊，被定选一位，我就拢摆开，摆去透早就来，来要创啥？来要推荐这人才，要请招这人才，要恳请大家，决定爱让柯市长啊，会当重返立法院，好啊，好。好。啊，若讲做立委吼，柯，咱的柯市长吼，伊是资深的立委。啊！伫立委的时阵，表现就足杰出个啊啦。去当初啊，民进党欠缺财政经济方面人才，所谓何做财政立委？那讲到财政立委，讲到啥啦？就是柯天才。柯天才就财政立委，财政立委就是柯天才。即摆互伊当转去立法院啊，转去国会。绝对无要国民党好食困，对唔对？啊，你啊看，台南市有咱柯市长吼，重返国会。啊，即个庆辉吼，新锐吼，伊安尼第一届尔吼，你啊看啊，最少年全国最少年主委，最少年的议员，啊，去个国会安尼哦，表现就足杰出嘞。即马啊，有庆辉这个新锐新秀，叫柯天才。哦，这个主持的这个位，啊，台南市啊有因两个地理法院，靠、哦、这台南市啊决定是这个专款决定是呱呱叫，所以咱无论如何，这届决定要柯天才会当顺利过票，重返国会，好啊无？啊，我这侪人来，最主要就是要肯定柯天才，伊除了过去立委做个真出色，市长。啊，大家都足敬佩啊！规个吼台南市，伊执政这九年啊，规个拢无共款。吼、哦，大家嘛讲到柯天才，讲政治亮丽。哎，即马国民党上欠的就啥？治理人才啦，治理人才，爱有治理经验的。结果你啊看，伊拢国家也看袂好啊，施政无方，执政无能啊，迄就是啥？欠缺治理人才。啊，所以讲。即个高雄有一个较早我那是执党的杨秋新，伊都捡到干哩报的，啊，其实咱的柯天才表现搁较好，所以这款的治理人才，一起就九年啊，从规个台南市啊，甲带动起来，和台南市脱胎换骨。你啊看安平国家历史风景区，嘿吼，你嘿起码了，这最近这九年啊，规个拢完全拢无共款，所以这款的这个人才吼。有地理经验，市长做法真好，
啊，日本也做得真好。嘿，这就是咱台湾国家的栋梁啊！这就是咱的栋梁啊！这款的人才，咱若无请，就也无什么潇洒啦。所以，咱绝对袂使让考点在消亡。好啊，好。我定爱为国的栋梁。好啊，好。多谢。啊，后台不一样吼，台不一样，多谢。我今天这里写，大多都无问题啦。上惊是讲今天无在场的人哦。啊，像我波算啊，像我啊，伊都做过市长啊，做过里位啊，稳稳啊，啊就害啊啦。啊，稳有两种俩，稳有两种，咱希望稳调的吼。啊，稳调是大家一定啦，吼，一定即稳调。拜托各位好朋友，好，多谢多谢，祝大家哦新年快乐。